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家中漏水。各位你要知道哈，在居家里面啊，水代表的是财，所以呢，只要是你家跟水相关的事情，都会跟财扯上关系。所以你家的水龙头要是漏水，你家的马桶要是漏水，你家不管是怎么样，只要跟水相关的东西，它都表示怎样破财。所以像你的地板啊，有的时候哦，因为过于潮湿，所以人家讲的捧供就是啊，地板哦，因为过于潮湿，就有空气跑进去以后，它就造成地板的龟裂、龟裂这样子。那其实各位，那就表示呢，那个就是水造成的一种现象，就要赶快去处理啊，赶快去处理啊。记得一件事，只要是跟水相关的任何事情，所影响的都是财运。所以说呢，只要看到啊，这是水造成的哦，例如呢，壁癌，这是水气太旺造成的，那就赶快处理，不然呢，居住在里面身体不好，来讲财运也会不好哈、哦。只要是水，都跟财运相关、哦、啊。今天呢，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